厅，这个房顶真的。我在跟工作人员确定这几天的餐食。过年好，真美，老师你也美。放烟花啦！嗨 ，vlog。首先呢 ，Happy Chinese New Year， 新年快乐。现在是大年三十的早上，我起晚了，所以没有跟我爸妈一块儿去，我要自己去酒店。冲呀！我好像感冒了，一直在咳嗽。这家酒店的特点呢，就是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酒店，它整个是四合院的样子。右手边有一个小湖，不过现在已经结冰了，然后旁边就是喝下午茶的地方。这个院子呢，就是我爸妈住的院子了，真的好有节日气氛呀。我之前因为一直在美国8年都没有在国内过过春节，去年好不容易回来过一回年，还赶上了疫情，所以今年过年我贼激动。右手边呢就是一个小客厅，这个房顶真的蛮高的，感觉自己穿越了都。桌子上的水果、坚果还有矿泉水是我家工作人员摆的，他原本应该是没有的。这边就是卧室了，床单、枕头都是我们自带的。这个洗手间真的巨大，而且有两个，这个房间应该是他们这儿最大的房间了。嗨，我好圆呀。你们有人注意到我穿的这个羽绒服吗？超级超级暖和。这里是第二个洗手间，化妆台，还有我。真的好大呀。淋浴、马桶还用介绍吗？这边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有一个做按摩的房间。回到了进来的洗手间门口，往左边走看看，又一个淋浴。我要吐槽一下这个马桶，这么好的酒店居然不是加热马桶，冬天没有加热马桶真的很难受。嗯，我感觉他这块的洗手间比较注重私，还蛮好的。两个人虽然住在一个房间，谁也不挨着谁，贼棒。这里我们就又回到卧室了，等于是洗手间包围房间的一个设计。就没有那些装饰是你咱们的人弄的吗？我这个院子粗粗的。然后我们就到了安曼里面的餐厅吃大年三十的午饭。我发现这里的装修风格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墙上的画作全是以前皇上皇后的照片。因为人太多，所以我们都分开坐了，这是其中一个桌子。我就要开始吃饭啦。吃完饭之后带你们看看我住的院子，注意看细节，这些门真的超复古超古老的。江江，看看这一片红色还挺喜庆。右手边的这个呢就是我住的房间啦，面前这个还有左边这个就是我其他亲戚住的地方。我这个院子看起来好秃呀，我感觉每个节日就应该布置每个节日应该有的装饰，这样才有气氛嘛。你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复古的钥匙，就是真的是 key， not even a card。 Old school。 这就是我的房间了，然后我进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墙上这幅画真的满身的黄的。 Oh my god， 这房顶真的巨高。还有感谢给我准备的无糖可乐，我的最爱。看看我的房间和我爸妈的有什么区别哈，一进来又是一幅画，真够吓人的。看我的桌子上就没有水果和坚果吧，我感觉这儿的一切的一切都好传统呀。本来以为它是外面有一个四合院的壳子，然后里面是现代的感觉，进来之后才发现完全没有，就是很传统。你们有人喜欢这种复古的设计吗？反正我是真不喜欢。
我感觉国内大部分的酒店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不是很注意细节，无论是从卫生角度上来讲，总能看见角落里肉眼可见的灰尘，还是从实用角度上来讲，有没有在床头留出手机充电的地方，总之感觉都差点意思，没有很完美。我这个床真的跟古装片里那床似的，马上要洞房花烛夜了。不过优点呢，就是空间真的非常大，只要你住着不害怕，家里人都住在一个院子，我感觉氛围很好。看看对面，但住这儿就不能看鬼片，可能会吓死。说到恐怖片，你们敢看吗？我是真的巨不敢看恐怖片，我能承受最高级别的恐怖片就是国产的《笔仙》吧。之前在 LA 被逼着看了一个难，我直接吓哭了。喜欢看恐怖片的真的建议你们去看一下，太吓人了。康康这个迎接信写的啥？ OK， 可可爱爱，信纸有点丑。这个真的 so sweet， 我可真太喜欢喝无糖可乐了。我感觉他送的小点心好可爱啊，就是很传统的中式点心，就像这儿的装修风格一样，我觉得会吸引很多外国人吧，喜欢这种风格的人一定会很喜欢。给大家看一个超可爱的小东西，这个小葫芦竟然是 lotion， 这个看似像烛台哈，就是放棉片还有棉签的，是不是很可爱？哎，我在跟工作人员确定这几天的餐食，在修改。30个家里人一共吃7顿饭，都是我提前就安排好的。一般每次出去旅游的行程还有吃的都是我来安排。吃的东西真的太重要，所以交给别人我都不放心，必须自己。这次我们先是定了一个大概，然后尝过菜品之后再做细微的调整。安曼有中餐、火锅和日料，先给你们看一下火锅的菜单。注意，重点来了，这个雪花牛肉按克卖的，9块钱一克，100克起订。100克多大呀，也就一块吧，900块钱一块。我点菜的中心思想就是每个人都得吃饱，但是又不能浪费，不浪费是最重要的。我没有点他们的套餐，都是零点，零点的低消是一桌13000，按他这个价位随便点点，十几个人肯定能吃10000块钱。就他的口味吧，没有说很不好吃，但也没有很好吃，我的感觉就是中规中矩。性价比自然就不用说了，你就可以当这仨字不存在。一般跟家里人很多出去旅游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先把餐都定下来的。讲道理，他们海鲜的单价真的挺高的，而且关键是没有很好吃。厨房，丫头，你是姐姐的小宝贝儿吗？你是不是姐姐的小宝贝儿呀？要不要亲亲姐姐呀？亲亲姐姐好吗？哦，有亲姐，哎呀，真乖。和爸爸在遛弯，这个灯晚上看还挺美的。好看吗？这个衣服啊、裤子都是你们给买的，开心吗？过年好。一二杯，来，过年好。哪儿？你看你多美！我刚才看你眼睛闪金光似的。闪金光？嗯，那是我画的。是吧？好看吗？好看，真美。老师你也美。我美没你美，你的这个小年轻小伙子。那你也美呀、啊！我都老的老的老不咔嚓。那也特漂亮。多甜嘞！年夜饭我还不忘吃鸡蛋，我可真太喜欢吃鸡蛋了。我在
吃完饭我们就一起看了春晚，但是我基本没怎么看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看。看网上好多人都在骂呀，又想来福人家可爱放烟花啦，来福更开心啊。今年过节最最最最最开心的环节就是放炮了，我已经不记得有多少年没有在春节的时候放过炮了，我真太太太开心了。今年的政策是可以在指定的烟花点放炮，一直觉得只有放炮放烟花才有节日气氛，过年就是要放炮。祝所有看到这条视频的人新的一年暴富暴美暴开心，爱你们。For me too. Why I'm holding on to something? Wanna go with you for nothing?